喺同內地通關方面，我宣布好多市民都期望嘅消息。第一，同內地通關可以實現啦。中央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關。第二，特區政府會即時聯繫有關單位，包括衛健委、港澳辦、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溝通聯繫，大家是積極尋求獲得共識的方案，報請中央審批。第三，我們的目標是盡快達成共識，將我們同意的方案向中央審批，予以在1月中之前落實。